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个是有一个失信男子哦，他在昨天清晨开着像友人借的 B&W 高级轿车要去找朋友聊天，不过他好担心车子停红线会被拖，所以呢自告奋勇的来帮忙他的朋友移车，却因为不会操作，所以在车子里面就被反锁了2个多小时，最后还是请消防局呢来救才，最后才得以破窗救出的。那么他真的是双腿都发软了，也问说到底为什么 B&W 会把人给反扣呢？业者则回应了说，高级进口车款其实都配备着免钥匙晶片控制系统，那么有可能是因为误触防盗功能，所以才会造成这种乌龙。